河两岸地貌不同，特殊的泉水有何神奇之处？天赐神泉，地理中国即将播出。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一提到沙漠啊，相信绝大多数人呢都会想到的是炎炎烈日、无尽黄沙、干燥而漫无边际。我们听到过许多关于沙漠的探险故事，有好多探险者呢最后都因为缺水而永远地留在了沙漠。沙漠中的绿洲仿佛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但是今天我要告诉您，有一片沙漠啊，它紧邻绿洲，而且呢距离这个绿洲呢仅是一河之隔。这条河啊还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在我们国家内蒙古自治区的托克托县的黄河河段啊，两岸景色截然不同，一侧是沙漠，一侧却是当地有名的米粮仓。同样的是在黄河边，两岸的地貌为什么迥然不同呢？托克托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隶属于呼和浩特市，距离呼和浩特98千米。由于托克托县位于山西、陕西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处，这里自古就是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重镇。早在战国时期，托克托县这一区域就已经筑城建楼，设立郡县了。一进入托克托县，摄制组就来到了黄河岸边。托克托县位于黄河的北岸，境内黄河有37.5千米长，是黄河中上游的分界点。黄河在这里转弯，由向东改为向南奔腾。在托克托县所在的北岸，摄制组看到一片绿色景象，这里犹如塞上江南，生机勃勃。但是向黄河南岸望去，却也是绿油油的一片，完全没有沙漠的迹象。这是我们了解的情况有误吗？向导告诉我们，黄河南岸的确是沙漠，只是我们看到的是紧邻黄河的地方。黄河带来大量的泥沙和丰沛的水资源，使得紧邻黄河岸边的植物生长十分茂盛，并不是人们印象中沙漠的样子。继续沿河边前行，没多远，连绵的沙丘果然出现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对面那片沙漠呢，就叫库布齐沙漠。库布齐呢，是中国的第七大沙漠，它呢整个长是400公里，宽是50公里。向导介绍说，库布齐沙漠的形状呈细长形，而这一区域的黄河有几次大的转向，呈几字形，所以从地图上看，黄河仿佛是一张弓，而库布齐沙漠就是那根弦。在蒙语中，库布齐就是弓上的弦的意思。为了了解库布齐沙漠的情况，摄制组跟随向导乘坐缆车进入沙漠。向导说，由于托克托地区时常刮风，风力较大，为了防止风沙，当地每年都会用飞机向库布齐沙漠播种，所以从缆车上看，库布齐沙漠中也有许多植物星星点点地分布其中。下了缆车，当我们真正进入库布齐后，我们印象中的沙漠出现了。这里分外安静，只有风吹黄沙的声音，走每一步都要用掉平时几倍的力气，松散的黄沙可以温柔地卸掉你大部分的力道。在这里你完全感受不到几百米外就是绿洲，就是母亲河。同在黄河岸边，为何两岸的景色如此的不同呢？
这儿的景色呢是比较奇特的，就是以黄河为界，你看的话，黄河的左岸呢是园林区，右岸呢是沙漠。就是我们当地有一种说法，就是形成这种奇特景观的呢，是因为那头有一个泉眼儿，然后就造成了这种奇特的地貌。向导说，传说黄河两岸在以前都是沙漠，后来北岸出现一眼神泉，泉水中含有大量的有益物质，所以北岸渐渐地成了绿洲。一眼小小的泉水可能有如此大的作用吗？摄制组跟随向导来到了神泉边了解情况。这眼泉水就在黄河北岸，距离黄河岸边仅100米左右的地方，是托克托县唯一的一个泉眼。据说这泉水自古就有，人们不知其如何形成，不知其水来自何方。在这千百年中，黄河几次改道，但它都不受影响，当地人都称它为神泉。如今为了保护神泉，这里建造了一个椭圆形的池塘，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池中有3个涌泉点。摄制组发现，来此参观的游人络绎不绝，而且其中许多人都在这池水旁边的小溪里接水饮用。您为什么喝这个泉水啊？因为据说它有美容养颜或者是延年益寿的功劳。再说我们西边是沙漠，这边我们是托克托县，然后绿色的一个地方，它这个地方全是神泉的功劳，神泉水的功劳。看来关于神泉的传说在当地人人皆知，但是这神泉的涌水量并不大，仅靠这一眼小小的泉水就能沙漠变绿洲，怎么可能呢？摄制组认为，这应该是当地人的美好传说，黄河两岸能有如此大的差别，应该与其他因素有关。为此，摄制组来到托克托县气象局，了解托克托县以及黄河南岸准格尔旗的气候情况。年平均气温在7.8度左右，年降水量在350毫米左右，但是这个地方蒸发量也比较大，是年平均降水量的5倍多。那么黄河南岸的准格尔旗的气候如何呢？准格尔旗跟咱们气温跟咱们托县的接近，降水量反而比咱们托县多。没想到黄河两岸的气候条件并没有多大差别，而且黄河南岸沙漠所属地区的降雨竟然比北岸托克托县的降雨更多。难道真的是那眼泉水造成的差异吗？当地人告诉我们，整个呼和浩特地区呢，在很久以前是一片汪洋大海，而神泉呢，就是这片大海当中的海眼。但是随着地质运动，地壳抬升，这一地区呢变成了陆地，神泉水也慢慢的从盐水变为了淡水，从海眼变为了泉眼了。但是经过这一变化，神泉水中含有了许多有益的矿物质，可以帮助农作物更好的生长，所以这个托克托县从沙漠变为了绿洲。就在距离神泉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当地人称为一溜弯儿的地区，那里的农作物啊，与这个当地其他地方的味道都不一样。当地人说，这都是神泉的功劳。它这泉水真的有这么神吗？为了验证当地人的说法，摄制组在向导的带领下，来到了郝家窑村。一溜湾是托克托县人对黄河岸边这一地区的俗称，郝家窑村就位于一溜湾南端。在这个村中，公路两侧种植的都是葡萄，看来这里的葡萄很受欢迎。但是这里种植的农作物真的与众不同吗？摄制组找到了一位村民了解情况，这位村民热情地带我们参观了他的葡萄园。这一串串的葡萄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绿色的珠宝，圆润而有光泽，但是这些葡萄还没有成熟，无法品尝。仅从外观上，我们也并没有看出
这葡萄有什么与众不同？我们向老乡提出了疑问，神泉水浇灌的农作物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老乡告诉我们，一溜湾的葡萄比内蒙古其他地方的更甜，但现在季节没到，没法品尝。但是我们可以去他家尝尝一溜湾的辣椒，吃一次就知道这神泉的神奇之处了。就是我们挑些辣椒拿这个做菜，以后去炒一炒。哦，这个就是。对，摄制组决定让老乡帮我们用一溜湾辣椒和普通辣椒做同一道菜做对比。老乡决定给我们做一道托克托县的名菜黄河鲤鱼。在制作过程中，两种辣椒闻起来也是一样的辛辣刺鼻。这一溜湾辣椒的独特处到底在哪儿呢？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两盘黄河鲤鱼终于做好了。一对比，这一溜湾辣椒果然不同。从外观看，一溜湾辣椒与普通辣椒相比，颜色更红。而吃在口中，这红彤彤的一溜湾辣椒却香而不辣，确实很特别。这个还真的一点都不辣，看起来这么红。这个是味地辣椒。而在进一步的交谈中，老乡也提到了神泉曾经是海眼的这一说法。历史记载，这个原来也是个王要大海，现在我们这个村里边有一个这个贝壳化石一亿多年，这个上面这个我们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海。郝先生说，他家就有可以证明这一说法的证据。郝先生带我们来到他家的院子门口。这就是这个贝壳化石，这么大一块。哦，海眼神泉。这个因为原来是个，可能是个汪洋大海。走进这块大石头，仔细观察，上面确实有许多贝壳留下的痕迹，甚至还有完整的一个大贝壳在上面。这化石您是在哪儿找到的？就在我们那把这个海眼神泉东侧，东侧有山上找到。郝先生说，贝壳山就在一溜湾南边黄河以东的土山上。郝先生告诉我们，那座山上的贝壳化石多得很，他小的时候去那边玩就捡到过，现在去依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神泉可以使周围的农作物味道独特，真是神奇。而这些贝壳化石的出现，又增加了神泉是海眼的可能性。如果神泉真的是海眼，那神泉水可以滋养一方土地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仅凭这些不明种类的贝壳，就能证明托克托县以前是汪洋大海吗？为了找到托克托县黄河两岸地貌不同的原因，解开关于神泉的一系列问题，摄制组特意邀请内蒙古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的董绍刚老师来到托克托县，与我们一起考察。董老师与摄制组首先来到了一溜湾附近，想要找到村民们所说的贝壳山，但周围都是相似的土山，哪一座才是有贝壳的呢？您好，我想问您一下，您知道这附近哪个山上有那个贝壳化石那些东西吗？就这个这座山上就有，就这座山上就有。啊，那您一会儿能带我们看看去吗？那。在老乡的帮助下，摄制组很快就找到了这座贝壳山。这座山非常矮，只有几十米高，完全由土堆砌而成，并没有大的石头在山体内。走近细看，我们发现这里果然如村民所说，到处都是贝壳化石。由于这些贝壳裸露于山体表面，常年的风吹雨打使得它们已经风化了，
很容易碎掉，变成星星点点的白色碎片。哎，这就是附存在这风反沉积物里。那么像这个目前咱们只能根据看到的啊初步判断，年代比较新嘛，还这个没有固结成岩骸。董老师说，从现有情况来看，这些贝壳等沉积物虽然形成了化石，但还是松散状态，并不紧实，这证明这些化石的形成年代较近，很有可能是新生代的。但是这里的贝壳化石大部分都已经碎了，无法仔细观察。向高处看去，摄制组发现上面的土层中也有大量白色物体，那里的贝壳看起来似乎更多，也更为完整。为了了解贝壳化石的详细情况，董老师带着我们爬了上去。你看看能不能上去？能上去。有路吗？有路，从这儿能上去。行，那咱们先走吧。我先上。这山虽然只有几十米高，但是爬起来很不轻松。由于山体并不是由大块的石头组成，而是黄土堆砌起来的，所以路并不结实，很容易因受力变松散而滑落。我们小心翼翼向上爬，在半山腰处找到了较大的、更为完整的贝壳化石。由此可见，这座山上所保存的贝壳化石数量巨大，但它们真的可以证明神泉是海眼吗？董老师建议我们爬到山顶看一下，观察一下周围的地势，以便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在山顶，董老师有了新的发现。你看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能看见沉积层，那一层一层的，那是当年在湖底沉积的，然后抬升以后暴露地面，你看这个叫雨水冲刷，慢慢形成的这条沟，它才暴露出来了。董老师推测，这里并不是海象沉积，而应该是湖象沉积，因为这一位置应该是托克托县湖基台地的边缘。董老师说，从这里观察周围，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以山脚下的公路为分界点，公路以南是平原地区，公路以北是台地地貌，而由于雨水冲刷，山体内部裸露了出来。我们又发现了贝壳化石，这里的化石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层中，代表不同年代的分层更明显清晰。根据山上山下的情况，董老师分析，这些贝壳极有可能是来自托克托县曾经的大湖泊。这个湖基台地属于第四系早期的时候啊，这里是咱们这个托县这片是一个很大的湖泊。这个从周围河流啊或者降雨啊地表径流带来的泥沙不断的冲刷进入这个湖泊里面，就慢慢的形成了一些湖相的沉积物啊，就咱们看到这些东西啊，化石。后来地壳运动向上抬升，把湖泊这些沉积物就暴露在地面以上，啊，就形成了现在的台地。原来托克托县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湖泊，水生生物众多，但是渐渐的湖泊水量减小，湖中生物逐渐死亡。周围岩石土壤风化，将其掩埋地下。但是随着地壳抬升，湖底变成了山体，形成了湖基台地。原本湖中生物的化石就到了山上，而我们所在的位置正是湖基台地的西南边缘，临近黄河。黄河水泛滥时总是冲刷山体，使这里的山体内部暴露出来，露出了贝壳化石的痕迹。这样看来，神泉是海眼的说法并没有足够的依据。那么，神泉有足够的力量滋养这么一大片土地吗？董老师认为，要想解开神泉与托克托县的关系这一问题，首先要了解神泉水。
知道神泉水中含有对农作物有益的物质。为此，董老师带领摄制组再一次来到神泉，准备对神泉水进行收集检测、实验分析。董老师首先用便携式仪器对神泉水的含盐量进行了测试，然后董老师对神泉水进行了采集，准备带回实验室做进一步分析。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神泉水与托克托县其他水的差别，董老师又对托克托县多处的地下水及地表水进行了采集。带着从多地采集的水样，摄制组在董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内蒙古大学的实验室。经过近一天的实验检测，神泉水中所含物质终于被揭晓了。神泉水的水质和周围的其他地下水水质区别比较大，首先表现为这个神泉水的 TDS， 我们称之为溶解性固体啊，它的含量相对比较低，就说明咱们这个神泉水的含盐量比较低。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的氟含量也相对于其他的水质指标也相对来说比较低。董老师说，通过检测发现，神泉水与一般的托克托县水质相比，含盐、含氟较低，含丝量较高，是一种对人体非常有益的矿物质水。但同时，我们也有一个意外的发现，除一六湾地区外，托克托县绝大部分地区的水中含氟较高，不适宜人体饮用。神泉水中含有的丝啊，是一种有益于人体的矿物质，它是人体的骨骼和牙齿的正常组成部分，而且呢，它还与神经及肌肉兴奋有关，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治疗抽搐症。适量的饮用含丝的矿泉水呢，有益于人体的健康。但是像神泉这样高丝低氟的地下水呢，在托克托县是独一份，它与这个托克托县的其他水都不一样。那这神泉水究竟来自哪里呢？在对托克托县的水质调查中，我们发现只有郝家窑村采集的地下水水质与神泉相近，其他地区的水含有高氟性，与神泉水完全不同。那么神泉水会是来自一六湾吗？如果神泉来自一六湾，那神泉水中的丝元素又来自哪里呢？为了找到神泉水的来源，专家与摄制组再次来到郝家窑村。董老师通过对村子位置以及环境的了解，找到了这里水质优异的原因。这个地方呢，相当于处于地下水的补给径流带。这个地方的那个什么，这个地下水的流水力坡度比较大，渗透性也比较好，这个流速比较快，那么水的更新速度就比较快。专家说，一六湾位于山腰处，水流动快，而且这里的水多来自这附近的山上，用水地与水源地近，会减少水中的杂质与污染，同时也减少了与矿物质相互作用的时间。水中含有的氟元素较低，所以水质优良。但是董老师说，这里水质虽然好，可并不是神泉水的水源处，这里离神泉位置很近，而且地势较高，水的流速较快，在短时间短距离内，水中主要矿物质含量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化，而神泉水中丝含量与这里的水有较大区别，并不是同一水源。查看地图，我们可以知道神泉位于托克托县最边缘的位置，被黄河以及一六湾包围着，水若是不通过托克托县境内，该从何而来呢？难道真的是天赐神泉吗？
在托克托县神泉边啊，立有一座石碑，上面刻着当地关于神泉的种种传说，其中写道：“海眼神泉，碧水淙淙，上通远古，下至而今，追本溯源，难究其情。”看来啊，这个神泉自古以来就没人知道它到底来自哪里。它南临黄河，却不受黄河泛滥的影响。它北有台地，可山上的水呢，却流不到这里。难不成这水真是从天而降，世间独此一份吗？我们的科考队到底能不能够解开这眼神泉水的秘密呢？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